预谋邂逅，然后这首歌是阿四写的，他就是在讲一个巧巧的小心翼翼的爱情。就是如果有假设有喜欢一个人，就是那种暗恋的感觉，然后呢我愿意在这个咖啡厅多等一个下午，因为他昨天刚好经过这个咖啡厅，我想要看他会不会再经过一次，然后呢我可能会多绕一个走廊，因为我想要多看他一眼。这种我觉得这种巧巧的小心翼翼的爱情就是青春的一部分。好，谢谢。